到底哪些组别可以晋级决赛呢？那请老师来帮我们公布好不好？那我们从流畅组先开始。今天独唱组的部分呢，这是没有依照顺序吧？没有依照顺序。好，那这边入围的有邱立翰 Trouble， 再来是七号的张生杰罗宏宇哥普勒，还有九号的卓玉凡卓宇轩侥幸者。还有14号的林宏宇、洪子强、抛物线，15号的林泰宇第三人称，17号的许杰恩颜色，还是21号张小轩 Bad Into You， 24号王德美杨友豪 Loving Strangers， 还有34号李维吴志明哭杀，37号卢尚伟 I Feel the Earth Move。恭喜你！真的很怕讲错。从唱组入围的有，我要讲。第二组，刘柏承、赖玉威、赖玉 Volcano。第四组，Lolita 是吧？对，好，接着第六组，十九，因为我没有讲名字，好，接着第十组 ，Price Tag。第十一组光之翼，好，恭喜以上入围，谢谢。然后最后创作组的部分，因为有两组同分，所以我们会有十一组入围。创作组入围的有第三组曝光，第五外婆的三合院，第六南国之滨，第十组给你，第十三组留下，第十四组 As if it's the end of the world， 十七组有日头的Able， 20组懂，第23组让毕业结束在颐和园，第24组梦奇遇，第25组孤岛。好，恭喜各位。那以上就是本届诗贤奖的决赛入围名单，再次恭喜各位。那决赛上场的顺序，今天晚上十点会在网络上抽签后公布。那没有入围的同学也不要气馁，相信大家在练习过程和比赛过程中都有所收获与成长，也正在追寻自我音乐的路上。然后呢，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评审决定在结束之后会到就是大家剪场的地方，就是坐在座位那边，让大家个别来询问，就是自己可能的有些什么状况，就是可以个别询问。对，谢谢评审给我们这个机会。然后今天大家辛苦了，第十二届诗选奖，再次感谢学校，我们第24届 Space， 对不起。然后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个场地，然后还有赞助我们的厂商，还有三位辛苦的评审老师。大家可以到他们的脸书去按赞，有
Connie 旅行 CONNIE， 他现在在进行那个微笑园的活动，就是他已经跑了五间学校，还有好几间这样子。然后，对，然后金盛老师的话可以到洛克班 Rock Band ROCKBANG 按赞，然后叔叔就是叔叔，对，然后大家可以多支多多支持他的新 EP， 叫做《听觉手印》，是昨天才发行的，然后在下礼拜五四月十七号晚上八点有台北首发场在海边的卡夫卡，然后也感谢各位参赛选手，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一年一年的办下去。然后最后感谢在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请他们进场。对，我们都是二十四届 Space 的干部或社员，懂吗？对，就是穿白色衣服，然后讲，哦，对对对，等一下会照合照，所以大家可以先不要走。对对对，哦，现在吗？好好好，那现在先来大合照一下吧。来，在门口的来。